我今年我86年的，今年29岁。你听我说，年龄不是问题，我不在乎年龄，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，爱情可以胜过一切。你太年轻。我不年轻，我可以为了你去把什么都改了。我不年轻。年龄小的肯定是有差距。没有差距。这个是一定的。没有。我呢毛病特别多。你的毛病对于我来说就是你的优点。我特别犟。我也很犟，我一定会努力。不是说开玩笑，不是说意气用事。我还今天还给你带了又再第二份礼物。哦，好，小二哥。上期节目听说你有病了，胸膜炎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心里特别不舒服。我感觉你真的是累了，每天那么辛苦，真的，心里说不出来那种感觉。我不想让你再这么辛苦下去了，你在台上也站累了，管飞翔，跟我回家吧。天成，我可以照顾你的父母，你可以放心的在外边工作，在外边打拼，家里的里里外外我都会照顾得妥妥当当的，你放心。不牵手你会后悔一辈子。